这里，求发命令，求发你的命令。我们在这里，让我们的心回应你，不只是我们的口在唱，我们的心要应。主，求主你自己的来带领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做那奇妙感动的工作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特别那些还未认识你的，
都能够来到经历到主，你是信实的神，能够看见主，你是那荣耀的主，你又是那慈爱的天父，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我们度过一些艰难的时候，提醒我们，主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惧怕。谢谢你，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